昨天晚上炖的大鹅不太烂乎，今天用高压锅再炖15分钟。刚泡发好的银耳，待会儿拌个黄瓜。听说好多地方都开始刮沙尘暴了，给大家看看我们这儿。刚才我都不知道自己咋回来的，感觉一杆风都能把我送走。这几天我们这边全是刮大风，特别特别大。现在外头啥也看不着了，我刚才出来一圈，哎呦，我这回刮的，抱歉了。埋汰点没关系，就是风别太大了，害怕大风受料啊。眼瞅着快5点了，准备做晚饭。我的大鹅已经好了，这回看看烂不烂乎。这回可真是烂乎了，这鹅掌一扎就扎进去了。妥了，搁这焖着吧。今天晚上做一个胡萝卜炒藕片。我买了这一小块儿，尝尝，因为我们家从来没自己在家炒藕片吃过，我这也是在网上学的。用冷水泡一下，再切点胡萝卜配菜。把藕片给焯一下。焯烫大概10秒钟捞出，这都是我在网上学的。第一道菜完事，不知道味道咋样，一会儿他爷俩回来尝尝再说。接下来把这个银耳处理一下，拌黄瓜。放了点盐、牛肉粉、白糖跟白醋，辣椒油就不放了，因为俏俏吃不了辣的。看着颜色好像差那么一点哈，这小根蒜还能吃一顿。这还有一盘婆婆丁。哈喽。外面风大不大？你回来了，媳妇。风大不大？吹没吹跑？好大风啊！是吧？我看陈峰在群里面发那个了。嗯。那是主食吗？主食有。饿吧。怎么一回来就惦记吃呢？饿呗。那个肉现在都脱骨了，姑娘。真的吗？高压锅干了。嗯呐。好 ，OK。肉啊，家里拿手。我不会，无所谓。干啥呀又？咱俩玩一会儿。直接上锅吧。开饭了。每天桌上都这么多菜，虽然都不是很好，但是我都爱吃啊。妈妈，这香，这是姑娘，你让她自己夹。我刚才跟你夹是你妈说你让她自己夹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嗯，我听你话了。完她夹说自己夹了，完她又说她夹不起来，要让我帮她。嗯，咋的呀？你刚才给她夹了一个翅，人家不吃，我说她自己夹。然后他底下够不着，你就帮他夹一下呗。这怎么沟通这么费劲吗？现在，目前智商有问题。你姑娘又拿手套去了，又要下手。昨天啃了几块？3块。昨天有点硬是吧？那炖了都1个小时，没炖烂乎。嗯。这回又炖了15分钟，是不是行了？行。太行了，那个藕是我第一次学的，你俩可以尝一尝。你是我跟晚上是谁把它剪割成骷髅皮了？没有，我就直接切那个片儿了，然后中间又来了一刀。就是咱家桌上以后要创新菜系，不要就只是菠菜、黄瓜等等的，就是各种菜系咱都尝一尝。完了还有芦笋。佛手柑那些菜系，以后咱都上来尝尝。其实我不太愿意吃那些菜系，但是咱得吃一次尝尝。土生土长的东北人，就茄土豆，茄土豆大辣椒，哎。但是桌上得有青菜，你看我炒菜心。肉菜就五花肉最好，其他的不需要。
你不吃行，但是咱姑娘需要营养，我要给姑娘创新的菜系。你搅拌吗？吃炒藕片，给它切成骷髅形的。那样也一样吃，你非得切骷髅形的话。啥呀？有点辣呢，怎么？你别问怎么用的。真的。我怕你说辣，我都没敢夹呀。是不是还行？嗯。你们今天出去跳操了吗？嗯。外面风不大吗？不大，跳操比那个风大球那个小。你今天领操吗？嗯。给那夹一块在那砸嘛呢。还领操啊？嗯。让哪块？这块全是瘦瘦姑娘。这块。你看，又是那个刚才你啃的那块。就这个胸脯。好吧，拿来吧。都拿进去，你可以啃。是不姑娘？多吃肉啊。我看这周天气预报啊，好几天都有大风呢，完了还有雨。寻思跟我妈们商量好了，坐大客回我老家。你说这么下雨啥的，能不能回去了？我来早就想回去了，然后小妹就生病了嘛，好不容易好了，俺们能约一起去了。完了这就赶上这天气，这老天真不给力。烫。嗯。一样的。我感觉你要不是步行回去，就问题不大。坐车都没事儿，坐这儿快。主要是回去我妈还能干点活，可能整整地啥的嘛。我来到适应可以吗？你说赶上下雨，赶上这刮大风，你说啥都干不了回去。你想干点啥呀？这不就得种菜啥的了。饭后娱乐项目，看动画片儿。这个就厉害了，饭后收拾厨房。天天这么自己真的是，哎呀，我都受不了了。一天不干，浑身就难受，我跟你说。